我的手啊，我这边韧带断了，血管断了，到现在还是麻的，还没有感觉哈、啊。难道我真的是没有替国民党认真的在监督政府吗？资深立委费鸿泰拉起袖口，露出伤疤，为党牺牲不遗余力。团结共好都不见得会赢啊！如果说还在搞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、啊、不会赢的。前一晚的新闻稿更强调自己从政的价值，问政与服务范围从慈幼宫到外太空。而地方议员立委的工作不只有揭弊，剑指党内对手徐巧芯。每一个人的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朱立伦就头昏了嘛。现在我们就看到嘛，有人又哭又闹的。同样没说姓名，同党议员秦慧珠节目上炮火全开，但一听就知道他指的也是自家人。其实大家不要吵，不要哭，不用闹，不用去叫，党内的办法定在那边，大家就遵守就好了。秦慧珠没指名道姓，但徐巧芯对号入座，脸书回应提到自己人最伤人，还回顾1998年秦慧珠43岁，从立委转战议员，也挑战过费鸿泰，可也没将落跑二字套在自己身上，更反酸女人在当太太时被欺负，成为婆婆后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欺负媳妇。你看看现在这个情况，南投并不乐观哦，所以大家还不管南投，然后只管自己的话，我们就等着看集体国民党集体常败国。北市松信立委之争，徐巧芯挑战费鸿泰，再加上秦慧珠也参战，让蓝营内斗戏码更加动荡。竞选王林、萧宇智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